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别担心了，就按照我昨天说的方式跟你爸再沟通，说不定他能同意的。嗯，我去找他们问题。未来在哪个班？您是未来父亲啊！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他到底在哪个班？爸，这人多，咱们出去说。就在这说。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，说退学就退学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未来爸爸，这里是教室，有什么话你们出去说。待边去！我已经19岁了，我有选择我自己认识。闭嘴啊！走。未来爸爸，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说，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不就是为了升学率吗？他学什么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区别？就是为了一份奖金，给我滚开！走。未来爸爸。烦了你了，叔叔，走。叔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未来。我们见过一次，你就是未来的那个女朋友吧？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就是你撺掇未来复读的。叔叔，他是一个成年人，您不能把您的想法强加给他。不能因为您做生意就让他学金融，这对他不公平。我们家的事儿你还了解得挺清楚，你看看你教的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一个女孩子目无尊长，敢在这儿教训我。拜托，以后你找女朋友能不能不找这样没有修养的，好吗？叔叔，您怎么说我无所谓，我也不是他什么女朋友。未来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